他说那一脚要是睡着的话，他就惨。你走了。然后我家的狗就从楼上冲下来，把我往楼上拉，然后拉到他就是小宝宝在的那个房间，感觉就是他都有一个非常兴奋的一个过程吧，把我拉上去，然后看他刚刚出生5天的小宝宝。那时候凌晨很冷，然后就想爸爸了，想爸爸，然后就在出租车那边哭。说完之后，他很着急就走了，可能是着急送单吧。27岁，每天蹦蹦跳跳的我，确实被爱买起，并且多处骨转移。好丑呀！我写了一段话要送给你，有话就说吧，写吧。婆婆在我心里是怎样的存在？她是妈妈去世时寸步不离陪着我流泪的人，她是我生孩子时焦急等在产房外的人，她是月子里没日没夜照顾我和宝宝的人，她是无论我做什么都会全力支持的人，她是一年四季给我温暖守候的人，是不曾生我养我与我毫无血缘的人，却也是让我从心底喊一声妈妈的人。好饿。妹妹可能会掉下来，所以就把枕头先放下去，觉得很欣慰。